这场比赛呢，现在正式开局。这一场次羽量级的超级战，魏瑞对阵萨萨约万诺维奇。萨萨约万诺维奇历史战绩110战83胜23负，是颇具实力的一位选手。对，转身。现在这个萨萨显得比较狼狈，一直暴露在对手的攻击火力之下。完全是没有反手的能力了，萨萨现在是且战且退，只有招架之功。魏瑞防住了，接腿。好，后手连续的追击。啊，进入到双方第二回合，魏瑞一上来继续是非常高压的这种压迫型的打法。萨萨呢也是很聪明，看到自己没有什么优势的情况下，就且战且退。现在魏瑞一直是追着对手，想要求战进攻。对。哦，进攻对手是，他对于这个距离的掌控啊，依旧是把握的对手。如果说哇，这边应该是没有踢到裆吧，踢到了大腿的内侧，用一切的机会能够把这个时间呢，哇，漂亮，一个前腿从内侧往外的这个踢击。哦，比赛直接结束了，哇，这是又是一个神来之笔的进攻啊！这个属于阻挡了对手的撤离的路线，对，相当于在他撤退的道路上布了重兵防守，直接击倒在地。比赛结果，红方胜。